它的销售速度蛮快的，我买了，而且老板还跟你说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负责早食的熊胖，我是一直吃一直吃但不早食的菲菲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又是美食过客的单元。对，今天到我来到什么地方？我们今天来到了云林。云林干嘛？云林的夜市。夜市叫做虎尾拜五街夜市。这里的夜市看起来蛮大的。很大啊，而且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往南的倾向哈。哦，我们改天就往台南出发。不是屏东哦，往台南出发，然后一直再往屏东那边去啊。好，然后在高雄。而且屏东现在发展也不错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去看看这拜五街夜市到底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们就随机走吧 ，Go。我们刚刚买了一个地瓜球，然后它看起来蛮大颗的，然后它就是一包20块，还蛮便宜的，试试看。会修吗？不会啊，不会修啊。它有地瓜原味，然后这应该是山药。山药吧，山药、紫薯之类的东西。啊，那口感我觉得还蛮 Q 的啦，蛮酥脆的，因为里面是空心的。嗯，对。外皮蛮酥脆的、啊，对外皮还算蛮酥脆的，感觉上是还不错吃的，还蛮 Q 弹的感觉。鸭子很大颗，真的是很大颗，不像一般那种硬硬的感觉。有些大过头就会呈现硬硬的感觉，有些是那种大，但是就硬，就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不会烫。不会烫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前往下一家。一家卤味鸡脚，然后它真的是大排长龙。对，排了大概有5分钟吧，可是它速度也是算蛮快的。我买了，它的销售速度蛮快的。我买了，而且老板还跟你说，开就好，不要泼我。一共也就是，也就是一次。对，我买，大家不要去、啊。我买的鸡脚，然后鸡翅，然后甜不辣。我觉得它的鸡翅还蛮大一只的哦。它是鸭翅还是鸡翅？它是讲鸡翅。它是讲鸡翅，可是我觉得它那个造型看起来很像鸭翅。你瞎了，哪里像鸭翅？它还有鸡腿，它只是把它鸡腿部分剪掉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哦。它好嫩，而且还带一点微辣，带一点辣辣的感觉。很嫩哦，很嫩，而且很有味道哦。咸度有够，对，咸度够，然后蛮入味的，对，很入味，很好吃，难怪会大排长龙。嗯，而且又很多人，而且这样子这么大包才80块而已。八十五块。重点是东西好吃。对，没错，它不止卖鸡翅、鸡脚，然后它还好卖甜不辣，然后豆腐，然后米血、豆干。然后还有鸡心啊，一些鸡肠，还有鸡心肠，还蛮多的啦，蛮多人的，对，很多人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前往下一家。造型的鸡蛋仔，蒜糖葫芦的鸡蛋仔，它叫做串串烧。然后它一串要烤
三分钟，而且它上面还有字，叫糖葫芦，外酥内软，好看是这个。跟鸡蛋糕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就是我觉得它比较软，它比较像鸡蛋糕。对，它比较像鸡蛋糕，鸡蛋仔可能比较酥脆一点点。哦，对，那它是属于比较像脆皮鸡蛋糕的感觉。对，还不错。对，淡淡巧克力香。再来，前往巧克力。对，淡淡巧克力。淡淡巧克力。好，那么前往下一家。好，走走。对，我们来喝一下泰式奶茶。在等的时候，它泡的红茶香味就蛮香的。对，还蛮香的。对。好喝吗？就是淡淡的，感觉吃不上来，就是这个泰式奶茶的味道吃不上来。它就是炼乳啊。对啊，就是反而泰式的风味没有把它凸显出来。哦。我觉得啦，不够道地。怎样叫做泰式的风味？对。泰式的风味是要酸又要甜的，不是还是要辣，就是有那个很重哦，很浓厚的奶茶味呈现出来，很重的奶茶味。泰式奶茶基本上应该是属于茶香味比较重吧？它是茶香味比较重啊，可能我觉得不甜吧，甜度不够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凸显它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就前往下一家，搞那么无奈啊。行不行？你行不行？对啊。你行不行？你也放太多颗了吧？八颗，八颗，八颗。对，香香酥皮蚵仔煎啊，这里是云林比较知名的蚵仔煎之一啊。来看看到底有多酥皮。这个酥皮从它外表看起来比较像葱油饼的感觉，还蛮大一份啊。很酥，非常的酥脆。可是我觉得它的酱应该不会是我喜欢的那一种。为什么？应该是，这是他们当地喜欢的口味啦。不能说它不好吃，但是它的外皮真的是很酥脆，没有错。可是它的蚵仔好像量不多。它除了酱以外，它其实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要买饮料哎，来喝喝看。然后这家古月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啦，我买的是红茶。它有名的不就是红茶吗？这有味道吗？你有味道吗？我点半糖。淡淡的红茶香。淡淡的红茶香。嗯。不错啦，我觉得比刚刚那个好啦。是的。刚刚是买这家。刚刚买这家，觉得它的好像要卖不卖的。服务品质还好。这一家的话，我是觉得就这样啦，就热情一点点。然后我是觉得它的红茶还不错啦，还可以，还蛮古早味的红茶。
这个应该就是属于比较大众一般的口味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整个云林土尾的夜市都逛得差不多，这里真的大，逛不完。那逛的东西还算蛮多的啦，而且这里人也不少。嗯，很多人。我们这一部影片上片应该差不多是除夕夜了，差不多了。预祝各位新春如意，牛年行大运，分享幸福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的频道，还有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追踪我们的 IG。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，请帮我们多多按赞加分享，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上片通知哦。拜拜。我等一下可能要消音。我后面有人在做拍卖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我会做消音的。太大声了，当地的不要怕我。好，我们是地瓜月。如果是有云林这边当地的人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不要怕我。好，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，欢迎跟我们说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